Halo apa kabar? Da jia hao, 我是有机富 saya Yunus Henry. Halo apa kabar? Saya Amina Chandra. 大家好，我是曾慧玲。哎，在这个印尼的餐厅里呀、啊，我的意思是卖这个印尼菜的餐厅啦。那几乎都是油炸食物居多呢。是的，油炸食物 makanan yang digoreng。Makanan yang digoreng， 或是可以直接说 gorengan 啊 ，gorengan 炸的东西。对，也有这个真的食物哦，比如说 makanan yang digugus， makanan yang digugus 也就是这个真的食物。那我喜欢 nasi dim， saya juga， nasi dim， 我也是哦。所以就是中国菜和印尼菜的两种饮食文化结合。哎，到底有多好吃呢？那今天我们边学边吃好了。Nasi dim ayam jamur 香菇鸡肉蒸饭。Nasi dim ayam jamur， nasi dim ayam jamur 也就是这个香菇鸡肉蒸饭。那这个 nasi 也就是饭的意思。Dim 就是蒸的意思，不要以为是在电锅里蒸饭而已哦。还有一层好吃的红烧香菇鸡肉和米一起蒸熟的。哎，这个形状好像有一点跟这个台南的米糕还蛮像的，那应该是这个福建人他们移民到印尼之后的复合式美食哦。所以如果有人说要请你吃这个 nasi dim， 哎，不要以为这个主人很小气。怎么只请这个吃正瘦的白饭而已呢？我看你还是先告诉我们做法吧。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出来这个 nasi dim 到底是什么口味呢？哇，好想知道哦。好的，那我先介绍怎么做，那大家也可以重复看这个影片，记下来这个材料，或者是写信到我们的信箱，我们会就是给你们这个食谱哦。来，开始咯。 Nasi dim ayam jamur， Nasi dim ayam jamur 就是香菇鸡肉蒸饭，有什么材料呢？就是大约是 daging ayam， daging ayam 鸡肉，或是吃素的可以用素肉 daging vegetarian， daging vegetarian 肉需要切小块或是剁成肉末， dipotong kecil kecil，dipotong kecil kecil atau dicincang halus， dicincang halus， 香菇 jamur， jamur， kecap manis， kecap manis， 甜酱油， kecap ikan， kecap ikan， 鱼露， 姜 jahe， jahe， bawang putih， 大蒜， bawang putih， bawang merah， 红葱， bawang merah， 白胡椒粉， merica putihmerica putih， 蚝油 saus tiram， saus tiram， 麻油 minyak wijen， minyak wijen， 还有盐巴和糖 garam dan gula， garam dan gula。 哇，怎么这么多呢？那不是像做这个台湾的香菇鸡油饭吗？好像吧。鸡肉和香菇和酱料所有的先红烧之后放在碗的底部。嗯，还有呢，就是要放入这个扳手的饭呢，压一压，再蒸半小时。那吃的时候将碗倒扣在盘子上，哇，就很漂亮了。因为呢，这个香菇鸡肉就在这个饭的上方，饭也是要先干这个蚝油跟这个大蒜，然后呢，红葱就是少数的水，然后炒过煮到快熟了。嗯，好好吃哦。那我们就是用想象力去体会好了啦。结束前我们看这个 dim， dim 也就是 mengedim， 蒸的意思，蒸饭 mengedim， 或者是煮饭，煮饭 memasak nasi。 那这个蒸鱼 mengedim ikan。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学会说印尼语哦。谢谢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Terima kasih. Sampai jumpa.